个车好漂亮哦，这个车啊。哦，这个车漂亮，这个车好好看哦，这个车漂亮。你们从哪里搞过来的这个车？这车呢是我们前两天刚从广东收回来的一台雷克萨斯13款的13年上牌雷克萨斯 ES250。我们这台车呢，整车大事故是没有，有一些局部的喷漆，还有一点小钣金。它搭载的是一个 2.5 的排量，六档手自一体，最大马力呢是184匹马力，配置呢也是相当的丰富的。这款车呢是常年都要加价的车型，如果你要拿奥迪 A4 还有宝马三系来跟它对比的话，对比那种动力方面的话，那没办法比，它们两个是不同层次的车。一个是奥迪 A4 宝马三系，但是给你的感觉就是推背感十足，还有那个动力非常的猛。这车呢给你的一种感觉就是一个平稳、舒适、舒服，比较低调、比较有内涵的一款车。这车当年指导价是一个359,000的指导价，现在我们店里面的售价呢只要18米多就可以带回家了。各位兄弟，你们对这款雷克萨斯有什么看法？欢迎评论区评论留言哦。